尊贵的是否各位晚上吉祥，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，尊贵的诸位大德同学们晚上吉祥。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来礼佛忏悔，忏悔称慧以及广智的恶意恶习，摄一切的恶意恶习，忏悔速得究竟清净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。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生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念处庄严故，善能修习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此是念处。正勤庄严故，已生之恶精进断除，未生之恶精进不造，已生之善精进护持，未生之善精进此生。神足庄严故，依者观神足，于家行为观察微妙里阿达一心；二者心神足，于家行为精勤修行而入禅定。三者勤神足，于家行为精勤修行而入禅定。四者欲神足，于家行为深入禅定，起大神通。五根庄严故，一者性根坚固，二者精进根力，三者正法练根，四者一心定根，五者慧根观察，成就五根。立庄严故，无根力大，众愿灭尽，无能坏者。七菩提分得庄严故，选择菩提，精进菩提，喜爱菩提，清安菩提，常念菩提，禅定菩提，行舍菩提，成就圆满七菩提分。八正道分得庄严故，正见是根，正思维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念，正行精进，无漏正定。忏悔称慧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，欲施邪见，因生贪爱，称慧伤害无量众生；由无明起，欲施邪见，因生嗔恨，称慧伤害无量众生。以此为因、为种、为根，招感八种痛苦心理。一者招感真损恼心，二者招感真嗔恨心，三者招感争讼心，四者招感坚毅取心，五者招感常给人苦，六者招感令众不安，七者招感身相丑恶，八者招感地狱恶鬼畜生，后生为人招感外报，果实苦受，恒受其苦。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四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愿我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皈依四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忏悔广智恩师言：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了，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，欲持邪见，因生贪爱，管制伤害，障碍无量众生得好；由无明起，欲持邪见，因生嗔恨，毁佛毁坏佛像，灭法篡改佛经，管这个字，僧侣及学佛大众，轻佛慢法，轻视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。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四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皈依四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
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尽一切诸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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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尽一切真切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尽一切真切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尽一切真切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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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
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波陀摩圣佛。南无皈依波陀摩圣佛。南无皈依波陀摩圣佛。南无皈依四字吼佛。南无皈依四字吼佛。南无皈依四字吼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宝圣佛。南无皈依宝圣佛。南无皈依宝圣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迦叶床佛。南无皈依迦叶床佛。南无皈依迦叶床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声闻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声闻佛。
南无观音大通声王婆。南无观音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观音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观音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观音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观音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观音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观音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观音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观音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观音普贤菩萨。南无观音普贤菩萨。南无观音普贤菩萨。南无观音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音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音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音地藏菩萨。南无观音地藏菩萨。南无观音地藏菩萨。南无观音除盖障菩萨。
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具足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具足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具足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佛说十圣业道经云，若离嗔恚即得八种喜悦心法，一者招感无损恼心，二者招感无嗔恚心，三者招感无争讼心，四者招感柔和自执心，五者招感得胜者慈心，六者招感常作利益安众生心，七者招感身相端严众共尊敬，八者招感以何忍故速生犯事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或成佛时得无碍心，观者无厌。是故发愿，今未来际不行嗔恚，伤害一切众生，以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祈求诸佛三宝，寿寿加倍，早日圆满。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，念念之间，具足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，特别是人智慧的忏悔，清净净的忏悔，勇猛无畏的忏悔。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少融佛种，发无上心；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胜众。
祈求法界一切众生十业因、十业缘、十业果速得消除，十善因、十善缘、十善果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尽感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好，今晚礼佛忏悔的活动到此结束，感恩诸位，谢谢赞叹大家如理如法忏悔一切殊胜功德智慧之能力。好，默许停止共享法脉，谢谢大家。